佢叫咩？哇，钱真系长流啊！哇，你出啊！有。Hello， 大家好，我们来到了。来到哪里？黄山。黄山。对。有光影。昨天就睡了5个小时，今天要去爬山了。这个班子在这里。这个国旗。八十五。买吗？不贵。沙大帅，你也带一个嘞。带一个说叫一个呀。超市里正卖48块。买一个。买一个。卖线的。来。你是杭州买了车票了，大巴票这么贵，饭店拿我的，看着원래크지않고어떻게이렇게커开心。뭘하고싶은뭘무슨말하고싶은开心。哇，这个天好舒服啊！正是秋游的季节。一张门票，两张索道票。你好。我要买一张票，索道吗？门票一张，门票还有两张索道票。证件给我一下，一张门票，两张索道票。对，来，付钱吗？啊，付钱。350。350。对。350块。三百。嗯，350。喂。那谢谢。贵吧？贵不贵？这么贵。贵吧？真贵！我怎么办？哇！开吧，交给你们了。来，我来拍一张。哇！别了。Oh my god！ Oh my god！ 快点，还快！我操！小宝儿！哇！小宝儿！你不是不好拍，你是不敢。哈哈哈哈哈！哇，一个真的起了。说嘛，我腿都不疼了。我连不着。哇，舒服舒服。哇！真扯到。哇，你吃到。哇，真的漂亮啊。这个景真的绝了。一会儿别掉下去了。真的吃到。那现在我给你拍的照。好美呀。那是一个怎样？很漂亮。啊，你一个跑跑啊。一个。还不错还不错。우리아직밥안먹었어요저기요배고파요저저는이쁜풍경봐서하나도배안고파요엄마나는널봐서하나도안배고파요너무너무예뻐요우와우와靠这里真的是힘들어요好累啊와근데미쳤다저길봐도이쁘고여길봐도이쁘고다예뻐요너도예쁘고그런가아주즐거워요이걸로찍어버린다너찍어버린다이게왜요왜요왜요줘봐줘봐이게날씨때문에더좋아왜냐면이렇게힘들어도오길잘했지어이렇게힘들어도시원하니까그리고지금가을이제
초가을에 들어가고 있잖아. 그래서 너무 좋아요. 我选了红叶，红叶对，对吧？对，红叶。你看颜色。 红起来，山东红起来了，红起来，越来越红起来。炸炸炸炸，对了对了，小弟，对了。你不是偏安的？来来来来来，哦，碰到了人呢。OK。等下一个贵的case没事的。啊，400多买的是吧？400，对的。<笑> 然后大家看看啊，这个是从韩国寄过来的衣服啊，自己买的不给我买一身，这个登山多好看啊，不给我买一身，就自己买，韩国买的，韩国买的，Made in Korean， 여기 안개봐，眼睛还是哪里看到？不是这，不是他，你自己看，你自己看，너도해봐，해봐，해봐，自己去了。 야호! 좀 큰 소리로. 야호! 세상을 좀 영화처럼 찍어봐. 넌? 나 아니지. 뻥지. 너 아니야? 나. 그래. 注意看，这个女孩叫小美。今天她和她的男朋友来到了黄山。小美平时很喜欢爬山，但她恐怕想不到今天的爬山会是个意外之旅。 上山容易下山难，终于。哎，山中不是那个女儿，也是走这条路哎，她就不走嘞，拉着我们就背我们，我也背你媳妇下坡。对呀，他妈妈也没办法，背我们背。林玉超晕的了，好晕的了。那 처음 봤어， 산에서？ 嗯。哎，这位同志感觉。 明显不行了呀！啊操，真的累啊！두 번은 못 올 것 같아. 응， 힘내세요. 우리 빨리 아 이따가 발 마사지 하러 갑시다. 응? 나 어깨. 어깨? 오케이 좋아. 여기 왜 이렇게 벌 많아요? 안돼, 부션 기새끼. 走，带你们主观视角体验一下。你来，哇，现在解放双手了。哇，好陡峭啊，这里。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我刚才不是大头吗？你管你个毛利克的眼光？啊，这么直接看？谁？你咋的？我问你，我聊的累了。嗯，超级色，超级。嗯，对的。 这个吧，那个能帮安装照片吗？哦，可以啊。哦，行，好，谢谢。一二三，我多照几张啊。行，一二三三。好，先过去吧。如果卡住，给旁边。嗯。一二三。我多照几张。哈哈哈，没事没事没事。一二三。 扛着了，好，山上，山你山也能走。嗯，好，好，好，谢谢啊，没事没事没事。啊，下山了，终于，这个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真爽啊！确实太贵了，两个人有80块钱。 下山之后要去吃饭吗？80块钱，就两个人100吧。两个人100吧。我操，这有点吓人。我操，太好了，太吓人了，太吓人了，赶快下山要去吃饭了，一整天东西都没吃，饿了。
下山了，然后今天来吃第一顿饭，水浒烤肉。哦，这个肉。作为徐州人，最喜欢吃就是羊肉了。好了，朋友们，我们第一天的黄山之行就到这里结束了，再见，下次见，拜拜，拜拜，明天见。